新闻首先要先来关心的是来自嘉义市议会的消息，要来看的就是发生在七月二十五号的嘉义市区水灾，死亡量高达101毫米，这是嘉义市的新设立大淹水。民众部门认为讲，这是因为附近施工的工地一工程阻碍着排水，但是鉴定结果出炉，认为是天灾。议员蔡英峰含陈行基在二十五号即阵是再度对着这个鉴定的结果来提出质疑，认为包括亲像在那里洪台的时阵，这死亡量比725水灾更加高，但是新西里却拢无淹水，所以要求嘉义市政府应该爱和民众徛斗阵，全力来协助因争取赔偿。因为一到的水灾，新西里完全拢毋捌做水灾，毋捌做死灾。啊，竟然咱个鉴定单位会去遐讲这是天灾，所以才会引起着咱新西里受这死灾咯。也不管一万年，我们只有到底徛在什么，徛在什么单位，徛在什么立场？你声声不符，你讲要交民众徛在做位，但到底你是安怎交民众徛在做位？其实江宜市过去曾经十届发生水灾的数据资料，议员蔡英峰二十九号即阵再度对725水灾鉴定报告的结果提出质疑，要求相关处室说明对着灾民到底提供什么款的帮助。我很难过的啊，因为我们民众有四项疑虑，一刚陈情就四项嘛吼，那四项起码一天啊，转到咱桃园县土木技师工会，伊嘛有开一个公文啊。公文有对这四个民众一定做做点说明嘛？啊，说明我有甲这个公文嘛，转到自救会。啊，安尼尔，好，你坐，你坐，安尼坐，根本你坐了，拍包钱嘛，打官腔嘛。这说明这记录都不明确的啊！你啥样用这记录？机关通过公部门的处理态度和灾民的民怨难平，并要求民政单位比较其他天灾补偿的办法，建立为灾民争取补偿的方式。先派了卫生巾，哎，这我知影，哎，啊，今麦就是说，咱这个是。该清理的清理哈，另外，我嘛就发现就讲，这个台铁哈，这个谢永慈的哈，这宽度无够哈。我们在明年也编入编有4000万吼，要来改善这个方面。来，我改善，来，我讲市政府就是爱为咱市民，也是上个来源。那拄到这个问题，各天灾，台湾有偌济天灾，农作物受害的时阵，嘛是拢无赔，也是农务的吼，起来后来叫农客他们去。所有东西给你调查，咱的损害偌济，有没有达到摸索的这个限制？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寻这个？江宜市政府再三强调，每年都要编列4000万经费协助改善排水，但是议员又完全受气，因为灾民求上无门，要求公部门一定爱和灾民徛做伙，争取因应该爱有的补偿。我们现在努力就是尽全力都在沟通，是不是把这两个切割，能够让这个工程赶快恢复，哎，让赶快去推动。那工程不然的话，明年续期又到，你喜欢计划是错的，我嘛是做反对的，因为民众就在旁边。那是不是让工程赶快去进行，能够及时赶快做，然后后续呢？至于赔偿，民众怎么样的要求，我们来协助他。面对灾民林万丹平含议员接连提出质疑，嘉义市长吴炳奎强调，民众若有任何的申诉，尽拢会当随时提交。嘉义市政府会要求鉴定单位倾听民众意见，但是公道义是真无简单，才争取到的建设，对着嘉义市未来发展真重要。希望伫咧大家斗阵努力之下，协助灾民，同时卖当好工程赶紧恢复施工。最新新闻，蔡明东、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